在这儿呢，已经在这儿了。好，各位嘉宾、校友会兄弟姐妹们，我是 Helen 黄，换成财富的CEO。我们公司的 logo 是三原色的图案，财富的三原色是身体健康、家庭幸福，还有财富自由和财富的安全。换成财富 Wealthy Plus 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位企业主财富安全，每一位家庭能够达到退休无忧、财富自由。我非常感谢我们公司每年都能够尽一点微薄之力来回馈社区，支持咱们的高校高校的运动。最后祝大家今天玩开心，还有 CCAA 的年会庆典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王总。那么接下来有请的是宏威财富的总裁。